好，另外呢，在10月3号的晚间，金峰分驻所接获一名男童走失的报案。由于已经离男童放学超过了2个多小时左右，那么男童却还没有回家，家长心急而报警。那么所内员警以及村民呢，就立即在嘉兰村内协助找寻，一直到晚上的10点多，才在村民家旁边的花圃发现睡着的男童，所幸并没有大碍，则是由家长带回家照顾。从画面中可以看到，警方在游乐场又在村庄各地区搜寻。由于3日晚间6点左右，金峰分驻所接获一名男童走失报案，因为男童放学已超过2个小时时间没有回家，家长担心男童发生意外，因此赶紧报警。警方与20多位村民立即在村庄内寻找男童身影，一直到晚间10点左右，才在村民家旁的花圃发现睡着的男童，所幸并无大碍，则由家长带回照顾。金峰分驻所接获村长广播，嘉兰村有一名男童与同学玩土堆，导致全身脏污，担心被父亲骂而不敢回家。家长等晚餐时等不到男童回家，生怕发生意外，拜托村长广播请村民留意。晚间22时，发现在村民家旁花圃睡着的男童，所幸无大碍，并由家属带回家照顾。据警方了解，原来男童与同学玩土堆导致身体脏污，担心返家被责骂，因此一直待在外头，却让家长担心。经过此案件，也显出警方与辖区内的居民建立良好的警民关系与凝聚警民力量。而道分局也呼吁民众，若在村庄内发现可疑人事物，请立即与辖区派出所联系或拨打110报案，警民携手建立良好的治安环境与幸福家园。记者蒋杰、金峰相报道。